今天有十多个推素团体来分享我们如何来推素，希望能够扩大推素的力量。因为素食是养生，人类会延寿。第二个，素食是护身，动物会延寿。第三个，素食环保，地球延寿。少吃商业肉蛋奶，那现在的这个肉呢，都是抗生素、动物用药、生长激素、荷尔蒙、塑胶微粒，会造成大量脂溶性毒素的一个累积的。减掉之后呢，很多的疾病其实就可以快速逆转了。感恩啦、啊，听到大家都用心说，茹素、推素，少吃肉啦，最好不要吃啦。最好都是茹素啦，人生要生要活，其实呢，五谷杂粮啦，对人生呢，身体是最健康啦，应该大家都知道哈。那荤的吃肉，只是呢，贪口欲而已啦。但是呢，这一摊呐、啊，就如刚刚各位先达人士都能知道，素，佛教徒大多数啦，都是呢，素是家当然，那很当然的哈、哦。那当然啦、啊，生活的环境啦、啊。不一定人人都能有这样的环境，可以家庭啦、啊，大家共同愿意去读书，所以久而久之啦、啊，变成了说哈啊一般的食物，虽然没有去研究上面科技的根据啦、啊，啊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样的信仰啦、啊。啊，重视呢，那长久以来哈、哦，世俗啦，假总是一般，但是呢，不知不觉啦，其实呢，也是造成了累积啦人世间的业力。那跟大家分享哈、哦，误打国师的故事啦。这当然是在佛法里面哈，在让一篇的大道理，要大家能知道生命的真谛，还有因缘果报，当然呢、啊、都很深呐、啊。不过我们回转在现在，应该吃的哈。越简单越健康啦、啊！我们常常都在看，而且呢，卖食伤饱啦，食较少的啦，啊，较清淡的啦，这对身体才是真的哈、哦、有益啦。这是哈、哦，真的是我们大家要来推动清淡。少欲知足哈，修育低就啦，全民来推动哈，很重要。大环境哦，大家都知道，第一个哦，温度已经在上升，平均的那个温度已经到 1.4， 那再来就是这个气候会影响到所谓的极端的哦一个改变嘛，那再者就是哦。农业方面一定会受损，那这个不是局部或地区性，它是到时候是全球性，那这个频率会逐渐上升。好，那目前是看不到好有所谓的逆转的这个方向，我们顶多好只能缓和畜牧业，就是跟我们饮食有关，那畜牧业占很大的一个。对环境的一个伤害，因为这个哦，它所排放所吃的资源等等，所以哦，这个是会造成哦，我们讲说地球一个很大的负担。那这个
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说要逆这个方向的话，确实是蛮悲观的。那后面到时候极端气候会造成农地的损失，那农地损失绝对会造成所谓的粮食的短缺。好，那再后面再推下去的话，就更不太好的一个说法，就是可能会抢食物了，甚至有战争的一个现象出现了。今天各位先达在我们这个所在来讲素食真好啊，但是呢，这现在在场吼，多数拢是素食啦吼，因嘛拢总知影吼，所以恁若会当吼，伫比较有迄个真正的有研究，有要等等吼啊，年轻人呐，那你甲这些数据拢摆互因知影，这有科学根据吼，那有营养素食的吼。可以去分析，真的，我会非常的赞叹，很感恩。所以讲起来，素食需要呢，各阶层呐，各阶层哈，都要对基督教。什么款的根基哈？咱在迄个阶段，在遐根基，伊无要相信，我会用这個。厉害的事哈，等等去分析，这哈有说服力，很好。当然这一场哈，我们听个心服哈，叫服啊。本来我都已经呢，就是素食啦。听了后心会感觉讲哈，加真安心，加在哦。我是哈，这真细汉的时候就开始素食啦哈。啊，甲即当阵啦，啊，毋过吼，这自然的法则啦，这会啊啦，身体如何调和啦，总是呢，自然的法则中啦，不要贪婪无度，莫贪婪吼，那过头去吼，那不过呢，最重要，素食的人。最重要啦，素食的人会较清心寡欲，清心寡欲，这就是最重要。素食的人会比较平静，那思考上呢，就会比较冷静一点。总共一句哈，素食对人的性，哈，这里修心养性。它会比较那样的稳固一点呐、啊，所以讲素食是真好哈、哦，对身体呢都很不错哈、哦，而且呢，这就是世间呐、啊，这五谷杂粮，只要人有努力，那就是五谷杂粮哈，随着季节啦，安尼呢。可以修行，可以供应，我们如果是破坏大地，那为了要用那些牲畜啦，你要空间给它，也许呢，要去砍伐，要去草丘顶顶啦，让出空间啦，去做这个蓄意，好，去饲牛、饲羊、饲顶顶啦。这就是哈，一旦讲对大地会有伤害啦，所以讲咱若一旦来推动哈，啊，就是大家人用素食方式，那这有学问有这个，我们就是多让他知道身体的科学观。生理观哈，卫生观呐、啊，这都是呢，跟民众素食是足有关的啦。只是哈，阮都无法度讲哈，去做这个生理卫生啦、啊、心理卫生啦、
跟这个大地哈的生态的分析，所以您来一当，所以我真的是今天很感动。您要讲的话实在是，我爱去讲啦，去推素哈，那少杀生啦，多放生。其实您是无讲到杀生加放生啦，啊，我爱讲的是哈。哎，不要杀生，要多放生，多爱护生灵哈、啊。不要杀生啦，就不吃肉啦。这哈、哦，应该都是连贯的事情。啊，我讲一半，啊，恁讲一半哈，啊，合起来是一个完整啦哈、哦。啊，不过呢，真的，我真的很感恩。但愿今天慈济人呐、啊，有这样的因缘哈。听到你安尼来跟伊讲，我真感恩。